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 在我开始经营 YouTube 之后，其实收到蛮多人会经过 IG 私讯我一些问题的。那通常我有时间就会回复一下，不过有时候真的会碰到一些大灾问，或是直接把程式给我 debug， 或是我回答完之后又有更进阶的问题。那有时候问题不够明确，我要再跟提问的人了解背景，来来回回也是要花不少时间，因为我自己的时间也是有限。那有时候我的回复不一定能够达到非常详细，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的问题，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会回复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决定推出一对一付费咨询的服务。大家如果想要比较完整的回复，或是需要一些比较多时间讨论的问题，或是需要一些建议，不管是转职、留学、学习写程式，或是学业的问题，任何你觉得我能够提供有帮助的意见的问题，都可以找我讨论。不过还是请大家尽量不要问一些作业或是很细节的程式问题。如果我觉得是我没有办法帮上忙的，我这边会主动取消你的预约，并退款给你。那目前算是一个试营运的阶段，暂定是30分钟1500元，因为我还是想要有时间安排在其他的事情上，所以如果预约的人太多，未来我可能会再调高价格或是限制每周的次数。虽然我推出这个付费服务，不过大家如果想要找我聊天还是很欢迎啊。如果私讯有问我问题，是可以一两句快速回答的问题，我还是会尽量回答。不过如果是那种大灾问，或是比较需要花时间回答问题，我可能就不一定会回复。那如果大家有比较大的问题想要讨论，希望得到比较完整或是品质比较好的回复，建议还是透过咨询的服务来问我。那如果想要使用这个服务，可以在下方资讯或是我频道的 About 页面找到连结，进到 Calendly 的页面，这页面里面会有绿界的付款连结。先透过绿箭付款完成之后，就可以选择一个时间直接进行预约了。之后会需要填写一些资料，包括你的联络资讯，还有你刚刚付款的订单编号当做付款证明，还有一个地方给你描述你想要问的问题。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尽量先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，这样我也可以事先多做一点准备，提供比较完整的回答。那完成预约之后，我们就会在定好的时间使用 Google Meet 进行通话。流程就是以上这样，因为目前还是测试阶段，未来流程上我可能还会进行更动。如果有任何变动，我都会更新在下方的资讯栏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，或是 IG 私讯我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